生日啊，也没有太多惊喜啊。惊喜就是，这就是惊喜啊。生日啊，他，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，都没有不用什么生日就送什么了，都是可以了。哎，你不是常常说你是我老婆的老公？你回来回答吧。哦，你是老公吧？哦，我老公，对，有点复杂哈。我另外一个老公呢，我的原配，我老公他，因为他其实会比较容易掉东西。东西放在哪边他都不记得，所以我觉得不用送给他任何东西了。反正你要给他看一下，带回家借一下看一下，然后就 OK， 这是你的。我非常同意这个做法，就拍一张照片，对，就说这是你的礼物，下次拿给你，他也不会记得的。准备什么惊喜之类的？惊喜啊，也没有太多惊喜啊，都对啊，聚一下就好了。会算才是最大的，已经有过了。为什么要跪呢？我发那个照片那么漂亮。